你们干嘛？警方办事，躲开！走，警方！太子爷，崇礼明的套房在几楼啊？4楼。你们两个去把电梯关掉。是。你们两个封锁楼道，其余的人跟我上。是。都别动！把枪都缴了。把枪放下。太子爷，您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啊？金先生可是说了，一个活口不留。我叫你把枪放下。太子爷，这里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？这可是金先生的命令。金先生说了什么，我心里面清楚得很。愣着干嘛？把文件交出来，我就放你们走。如果我答应了，你怎么办？我的事你不必操心。金先生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我跟金先生的关系，你不懂。崇礼明，你帮过我花九清，我欠你的情，今天就当是我一并偿还了吧。从此我们两不相欠。你兄弟们的头上还架着枪呢，别犹豫了。